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呛我的下路，下路是我的。哎，静云走那么快干嘛啦？可爱的小白，你没有出装装啊？对，靠，出装就要打怪，太卖萌了。我觉得我还蛮敷衍的，我没有出装就要去打怪，疯子。先出个戒指，加两瓶水。好了，我要出发了。哇！不要一直量我，你是个贱货。贱货！哎，等等，我的实况台有画面吗？帮我看一下，谢谢。调一下，有了。OK 哦。我们要一边打一边聊天，这样吗？可以啊，聊一些日常生活蠢事啊。现在十二点了。所以嘞，你不是通常不睡觉，十二点还在那边鬼混的小孩子？看啊，躲草丛的变态。变丑啊！随时随地要冲出来打人家的。小梅，你那只有自动隐形效果哎，不用躲草丛就可以隐形。静源，你想要这功能吗？哎呦，你敢僵尸？手刹一定是我的。好，送你。他又冲过来了。快进人，毒死他啊！回来。点燃再走放。等下，进人抓他，进人抓他。好。哎呦，我快被他吓死了！等等，太早了，读不到啊。啊！哎，减速。好恐怖的功能！我有技能了。啊！我玉米掉满地都是。哎！脏哎！我会挂了。来哦！等，好，可以了。啊！不要追了，不追了。等一下，我自盲还不没那么痛，你那么急干嘛？哎，不要跑，真的快去了。真的，巨人，别追，不要追。有没有见过巨人的角色？好屌。拉克斯，他不会自动选择的，他不会自动选择攻击。啊，没晕到。来了，他冲过来了。为什么攻击不到？どうして？为什么我是助攻？是我攻击太少是否？他比你还早攻击，所以他捡到我一刀了。不公平！快点，继续打。电一个就会减速了。其实巨人一开始不是很喜欢打 LOL 哎。你好，我是靖远。好，他看起来就没有说很喜欢打LOL，现在也是，我觉得吧。还是我揪他。他被我魔法弹。然后他就中毒了。
狼人。Yes, sir. 吃鸭蛋。哎呀，结束。哎呀，天命不要想不开啊！蛋疼啊！哎，这怎么他能力这么多？竟然变他！我有1000多块金钱，我可以做这笔钱。哎，上六。先回家了，晋元 hold 住哦！啊！晋元干嘛都不讲话啦？是怎样？傻家那些东西啊！啊！大家都期待你发出你那美丽的，不对，那我那个可怕的声音。我要吃中德玛西亚了。怎么？啦啦啦，德玛西亚！哎呀，故事变成这样，害我都不知道该点什么来买了。呵呵，好吧，没钱了。酷哦！费的眼，慢买一通，快跑哦！也不知道我在买什么。我要吃一口火腿。你是买什么吃晚餐啊？你现在要几点了？大杂烩。大杂烩是否？拉克斯 vs Sona， 反正这个也太三回，一共三回，你才短短几分钟你就已经暴走了。金元，不要难过。啊，你自己先跑了，你命好一半。酷哦，上六了，太快了吧。我也才三思的。快出来！你不要吃，边吃东西边叫人家闪了吧？啊！你被吓到。怎样？哎，为什么我命就闪了？蛋疼啊！嘿，蛋骨啊！没有缓速这种东西啊！我在路边种那个类似会治愈人家的草。我干，没死。嗯，现在是生命之泉，虽然是生命，但不代表你可以这样。但可是你就这样露就是这样啊，玩一玩就露出本性来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大家骂一骂，骂一骂也不会伤和气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会提尊敬感谢啦，应该啦。我就这样，我觉得好像改版之后有点没有那种触，没有那种碰到技能的改版，就变得很像那个鬼鬼鼠鬼。我会觉得玩起来有点不太对，怪怪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更新之后，我在放香菇等等的，会有一种类似平视的东西会跑出来，但是什么都没有跑。哎、欸，你人呢、欸？我弄彩宝地，我回家啦。那你就是害我一个打这只大只佬。我为什么挂了？你这跟提摩安都赢呢？谁没有恭喜？那个提摩台词啊。哦。Get them Timo。Get them Timo安都赢。安都赢，都赢，恭喜啊，都赢。没戏啊，哥，你要恋战？安蹲下去了哦。辛朵拉，我要给他死！耶，坏、yeah, 小孩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是？我觉得我的毒箭真的放得很辛苦，却没有花到，却没有弄到半个，我觉得很稳。来了，特朗德！来了，先弄好。我抓，抓，打爆他，换我毒死他，不要跑，没魔了。
没我了。你搞毛啊！我想要期待，我要发射我的毒箭喽！我可以，我可以射，我可以射。Rio 来了，我可以射，我可以射。射了，不射，不射了，我不射了。等下了，我没有魔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放一下资源就要先回家了。下路小心哦！你直接球给他。你不要用你的屁股在我后面一直。神经病！神经病老太婆！现在是深夜，别这样，你会吓死一堆人。老夫妇都会因为你吓得半死，晚上不敢起来上厕所。我一季就买下了一个不该买的东西。我还没买水，等一下，不要跑那么快回来。好可爱的那设施，德玛西亚。淡定买水，淡定买水，淡定买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都不要脸了，不懂他，不懂可爱的索纳。索纳。靖远，你那个炮的范围不是很广吗？怎么插到边？应该插到边都会有攻击啊？怎么这次好像插到边都没有？没有命中，没有直接命中。哈，还有这样子的、哦，我还以为你那个范围很广。我记得好像被插边也会攻击力蛮痛的。没有，他已经偏掉了，我打偏了。是安内哦。你看，人家就按下技能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那个滑鼠没有变成攻击的那种样子，我就觉得有点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有打到？不重要，拆塔拆塔。天命都在打哦！来，要给他踩香菇，快点！快点！让你看看给酷的威力！快来，赶快把剑把引过来踩！谁？哎呀，大家都爆炸了！什么狗头嘛，在我面前你只能吃坑。然后志远，你给我跑掉了，这个女的还没死。这样射得到吗？这样射得到吗？有射得到。啊、那我算偏了。死了没？我算偏了，所以没射到。哎，给我来。唢呐怎么那么厉害？随时都在补血。哇哇哇哇哇！德玛西亚 ！Yes sir！ 那个提莫这么可爱，又说 Yes sir！ 哎呦！吓死我！这个正面好，他是谁啊？他名叫索拉卡。哎！名叫纳美人。是啊，纳瑟斯哎。那个埃及狗狗。那是。这些角色都是谁写的？回城。好啦，因为回城我还没好，你要回城。你要一个人把我丢在这里吗？是好事。等我一下哦。Your team has been slain. 坑了吧！现在要900块钱。我现在已经可以撑装了。我还没好呢。Unstoppable。但我却要在这里陪你撑。啊！多打，不会多赚点钱呢？多打点小兵小怪。哎呦，这个女的的魔法好厉害！她干嘛？我要把德玛西亚掉了。好、啊，我帮你抓她。我来捡尾了。巨石走开！好，这个真妹，好，你可以抓。哎，他是，好、哦，算了，是。德玛西亚！哦，你居然！我发现我都没有打到半个，我很难过。拼命哦，打这个啊！得管你，爆也不得。给你打没？拼命打这个啦！我没有，一招收掉。没有魔力的，我现在是要干嘛？拼命去送死！靴子！我现在是要干嘛？我都没有魔力。打小兵赚钱。
干偏掉。哦，我骂什么？哦哦哦哦，任性。哦，我哭的跟天命差，我自己被塔到了。不哭哦。啊！别！哎，刚刚那女的回来报仇，有点痛。然后我要过来支援你了，然后过来我这。你是走中路的？哎，有人没有？他们直接家。嘿嘿，我要回家。哎，直接包抄了啦！那个摩甘娜，耶，1600块钱。你的摩甘娜，哎，摩甘娜进来啊！你走路好可爱。哪有摩甘娜？你白痴吗？摩甘娜啦，没有瓶子啦，摩甘娜啦。摩甘娜。我嘎达！神魔，神魔！烂念吧！好了，我把面具出完了，然后一大堆东西还没出。我被沉默。好了，我要传送。不是传送，我每次都变新的，以后再出来。我要传送到金鱼的屁股后面。等下，金鱼，你不要动。西维尔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闪现。哎呦，为什么你出现要？你是从哪个部位出来的？你关你屁事！拆塔啦！怎么连助攻都没有哎、欸？过啊！一下就一只助攻啊，很简单的。你看，就四只，只有四只，难过，真的超难过的。我要多吃点香菇，但是你不要抓他抓那么紧，你要给他放过来一点。你看人家跑回去了没有？你要先懂得，等他踩到，你要等他踩到。等一下你要很认真整这个女的，所以你要让他踩到。等一下，我同步攻击，同步了，撸爆他！他妈的！我是很撸爆他，我是很难过，我是很难过，我根本就是个傻破。快走！哎，你知道我的条，我的腿很短。天命抢我兵哦！我爱农兵，谁也无法阻止我。哎！快点！我要尖尾，谁也无法阻止我。我的毒箭到底有没有命中？我真的觉得很好奇。天命在这里造了一个大兵柱。Oh no！ 我到底有没有伤到他？耶、啊！yeah, 我有了，我好嗨哦！Oh no！ 哎，瓦拆塔成功了啊！咻嘣！为什么是士兵？哎，不要跑！拿设施！快点，围殴他！围他！哇！真的很会跑。快闪了！我用我的爱恢复了一大堆人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好酷的能力啊！那个摩甘娜，为什么叫摩甘娜？摩甘娜没有瓶子。摩甘娜，瓦嘎达，什么瓦嘎达？听不啦？摩甘娜啦，没有瓶子，懂不懂？啊，谁没？他叫我甘娜是不是？我 shut down， 没听到 shut down。哎呀，怎么惊叹号？哦，心都啦，不对吧？等一下，天命，你都不让我射他，你就不能留个小命给我射一箭是会死哦？你说这样提我超强，我收掉。不可以，这次一定要射箭。哎，射大了，耶，我有助攻，至少我有个小助攻。摸一下就好了嘛，我没摸了，我现在是应该回家，我反正都把钱出一大堆才再回家。我很大胆哦，直接在人家门口回家。我帮你锁住。买东西。你们两个臭！我应该买巨魔棒。你们都是菜，你们都是嫩。啊、那你们是什么？好、啊、吧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超强。哎，确实。哎呀，猪哥竟然杀了索拉卡！什么呀？哎呀，爹妈！
对，你能剪赢我吗？哎哎哎哎哎，以后不会发生上次那种事情，我都还没打到，你们就先把里面给拆光了，害我难过，那边走不到地方。来了，抓到了。甜蜜哦，痛痛痛！你就不能走快点吗？提摩，你的腿真的很短嘞、欸，我还在这里慢慢走。哎呀，我身上多了一个符咒，好酷哦！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杀爆一堆人，我觉得我会被先把队塔给杀爆。哎呦，我超坦！我要在他们家放一大堆香菇。我都没有像你们那样那么猛进，这么猛。可是几乎我遇过的每场几乎有提摩都会赢，香菇无敌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他踩到了阿呆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可以杀到一个，我好嗨耶！ Yeah, 我好高兴哦。你们都残血不回去吗？居然还留在这边想剪尾啊！不行啊！一点等时机的样子。好了好了，我会去出装嘛，我。2000多块钱，1200。我没死，补血。坑爹！我的香菇，我的香菇还有两颗，我还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把香菇种了一大片，却没人要去采。不要！现在我现在放了三个香菇在他们家门口，哈哈哈哈！我要准备来捡尾刀，捡尾刀！你个奶，竟然被吹了！不可哦！我捡到尾刀了！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我们互相剪尾这样吧。来啊，互相剪尾刀。我们互相剪尾刀。哎呦，这个带点冰进来、啊。你用脚推他，超强。Your turn， 你快死了 ，Your turn。我不管了，我要先去回去，要不然等一下打到最后，你们都给他查拆完，我都还没走完整。痛哎、欸！你快去！我家外面有警车响。出帽子，出帽子，然后没钱。还没有出满呢、欸，都快打完了。清明，为什么你要跑来跟我同样的地方回城？你在暗示我什么？我没有暗示你什么、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不要乱想。德玛斯呀！闭嘴！呀！现在是出手护家园的时代啦！我还没喊你，你们就已经打了。德玛斯呀！我有珠光，我有看到，我在你的旁边小小的那个。为什么会有助攻？我记得我没打。问一下就有了吧。我走来了。龟宿，小龟宿。各种天降。你现在是在神魔 VSLOL 是吗 ？That's right。哎，你们都打太快了。是。3、2，哇！秒不到。没有给酷到，害我浪费一个点燃。我得到一个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踢他，踢那么快。我今天晚上直接往那方面了。居然在乱！你这样跟我就直接杀进去了。我会变大哎、欸！哎呦，减速哦！
酷哦！这是小兵战机。阿玛西亚！有一部分是我放的枪。好好好，我抱走了，好好好。我怎么听到什么的声音？谁在玩什么？小狗！哎，我要快跑喽！看啊，小短腿跑那么快！减速！我不记得我有杀到他、啊，用毒的啦，是这样，原来毒这么竟然空大、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。没有打到了，但是他已经跑进城里面了。姑姑哦，来喽来喽，吃柴香菇哦，好冰哦。我这样子在寻找，我觉得他们都好难打。现在你看不清楚，我想是在哪里。Imagine the rain。那个塔就给他们打。哎呦，我的命有点危险，救狼了。我把水全部喝完。我鸡摸鸡摸就好。哎呦！阿玛西亚！哦，还好我大还没放进去。哎呦，还 double 哎！我要先回家。有没有在这里回家？你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？超慢！你们看起来跑好快哦！你看，我不知道我要点什么，不知道我要点什么。守护家园万岁！你，A 告，拜他。哎，我可以传送了，我的传送满了。诸葛纪元，你可以停一下吗？怎样？不要动啦！哦，好，我发现我不能传送你。算了，没事，你可以继续动了。没有，要有眼才可以传送。哦，眼睛哦，要在眼睛后面。我上100滴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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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！你们的是财。给那个塔，给那个、啊，给小兵打了。好。给小兵打。哎，看，三个死在一起。哎呦，我们的小兵有点猛，已经打到一半了。我现在都在看戏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那种莫名其妙的又来了。我又卡在爆炸画面的了。太过分了。Victory， 德玛西亚。这个配合无法获得权利点，你的队友需要获得，每个人必须等人数相同啊！不，游戏必须超过7分钟。